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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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同学，阿法上人问讯。大家向佛问讯。阿弥陀佛，大家请坐。不好意思啊，大家等等，我怕不夠電。大家好啊，阿彌陀佛。今晚呢就是這裡最後一堂來講這個佛教的平等觀。那呢就咦去哪裡呢？不好意思啊。那就上個禮拜呢，上兩個禮拜呢就跟大家講了這個友情觀和應該先看這個先啊。上兩個禮拜呢就講了友情觀和世界觀啦。咁友情觀和世界觀講了一大輪，咁又好像跟大家講了話三界是無安的，即是俾你睇嗰個表，即係嗰個六趣嗰個表咧，咁就又話即係喺度呢六笪地方係大家可以去嘅六趣啊趣向嘅地方，即係你一期嘅生命，你今次完咗，下次去邊咧？咁就好睇你今次做過乜嘢嘢嘅，即係你作過你個身體做過乜嘢嘢，你把口說過乜嘢話，同埋你嘅心諗過乜嘅嘢嘅。咁呢個係呢啲我哋上次都講過㗎啦。咁因為而家講完話你喺個三界入面咁樣走來走去呢，即係你辛苦呀，咁就所以唔怪得呢係想走嘅。咁所以啲人就話唔要再返嚟呀咁樣嘅，即係有理由嘅。即係佛法好多時候都係叫你話，都成日勸大家呢，即係三界入面唔好玩㗎。叫大家發個出離心嘅，即係話呢個三界入面氹氹轉咧，驚住你遇唔翻佛法啊，咁你容易墮嘅，咁就好論盡噶啦。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一啲譬喻啊，即係話你如果你得人身者，即係得你依個人嘅身體啊。你得人身者如爪上塵，哇你以為好多啦，哇好多塵在手上啦，但是失人身者如地上土啊，各位。咁所以呢，所以話大家發心修行啊，咁啊萬一失咗人身咁點呢？咁所以咁啊叫大家發個大心啦，修行。就發大心修行呢，咁就叫你話你唔好怕返入嚟輪迴啊，但又驚你價差唔夠，啲力唔夠，咁就叫大家呢平日雖然發個出嚟心啊，好緊要，你見我哋都成日講啊大家福慧增長，修福修慧好緊要喎。因為如果你唔夠福，你係病啊！你做咩嘢都唔容易成就啊！咁啊，福呢樣嘢咧，就係有啊時常修啦，即係好似譬如你修咩福啦，譬如去啲佛堂度幫下忙啊，即係成就人哋嗰件事啊，幫忙嘅意思即係成就嗰樣嘢啊！我頭先聽你哋工作人員講啊，邊度啊需要義工，邊度啊需要義工，你盡量去幫忙。其實啊，你話你學到咁多佛法，點樣可以令嗰件事好順暢咁樣嘅？
成就嗰件事嘅，你去帮忙，系你又欢喜，人哋又欢喜嘅。呢度好大学问噶，你特别系义工同义工之间嘅沟通啊，你去到唔系同人嗌交，你去到系大家都好欢喜成就嗰件事嘅。呢啲即系你今晚我哋就其实系讲。你在修福当中都要修智慧的，这个是你学佛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佛法是讲智慧，不是求神，不是拜神，就是你是佛法是很讲智慧的，智慧呢就是理上修的，就是我们今晚讲这个平等观呢，就是讲佛法的波野的智慧的。因为只是讲佛法的智慧，你觉得很平平无奇，七日智慧。世间那些叫做聪明的。但如果你说讲到智慧，讲出世间的波野智慧。哦。这个梵音来的。你擔走咗我，冇唔該，我唔記得咗，我等耐咗啊，咁啊出醜啊，出醜於人前，咁啊要點做咧？咁今日咧，大家就唔好以為好似上兩個禮拜咁咧，咁多公仔你睇啦，咁你如果食飽飯咧，咁啊有啲危險，因為今晚講啲嘢比較深。咁如果你话真係深到无论呢唔明呢，就唔該你叫我停。咁我哋讲多几个譬如咁都好，或者行来行去咁呢，咁即係促使大家唔好合着咁。咁都好嘅。咁係好要你諗嘅，真係。吓讲明先。咁就嗱，又好可能呢你哋大家有听过㗎喎。因为好多人呢话俾我听啦，唔係。他们会一年听不明白，第二年就回来再听嘛，那都有这些人的。又或者呢他们不知道厉害到上网，网上重温，跟你以前说的那些都听过的。那你如果知道我问你问题那些答案呢，即有人是这样的啦，我当那麻烦你呢就不要爆给那些没听过的人听，即你就算知道个答案都好，都试下去想一下，想一下啦吓。咁咧，嗱，我哋開始。咁啊，既然講話平等觀咧，咁啊，我哋先諗一問題先啦。咁我哋講過咁多個分類啊，即係六道入邊咧，我由頭到尾冇講過佛嘅咧，嚇，係咪？咁但係我哋又講好多菩薩啦。我哋上個禮拜臨尾我都扯咗一大輪喺度掙扎，喺度點都想同你講咩叫菩薩，發心修行學佛，學佛即係跟住佛所說嘅法嚟學學習，想有一日成佛。咁我哋個個分類都唔講，我哋講嗰啲有情觀啊。咁佛到底點樣咧？咁啊點解咧？咁呢個都唔算係咩問題嚟嘅，因為咧。佛陀咧係覺悟咗嘅眾生，眾生就係未覺悟嘅佛陀啊！咁所以其實各位咧，個個都係未來佛嘅。所以我其實如果斟水俾大家飲啊，我係供養未來佛嘅，咁都可以嘅。咁或者你本來都係佛嚟嘅，我哋個個本來都係佛嚟嘅。佛法係講呢啲嘅，佛法係講話我哋個個。有个自性本来有个佛性的佛性，或者我们叫觉性啦，即是你睡饱就知醒的，不要说闹钟叫醒你啊，你睡完你就识醒，我当你食饱你就识停的，即是不会继续是这样吃的，你有个你学到东西的，你呢個係，只不過我哋太多第二啲煩惱嘅嘢咧，冚住曬，咁你見唔翻你自己本來個面目，即係見唔翻你本來嗰個覺性，或者見唔翻你本來嗰個清淨心。OK 啊，嗬，嗱，暫時係咁先。咁如果我哋
嗱，佛同眾生其實係反掌覆掌嘅啫。咁所以其實每一個眾生有心嘅咧，如果佢哋修行啊，即係靠個色身修行啦，即係靠呢個咁樣嘅物質身體嚟修行咧，個個都有機會成佛噶。咁我好記得咧。以前啊，正達法師咧曾經講過一句説話，掟落地有聲嘅，好有型嘅佢講得。佢話：如果啊，咁雖然話成佛係好長嘅時間啦，但係如果你修行咧，如果你唔你，如果你係你唔好以為話人人都三大阿僧祇劫之後就成佛，如果你唔修行咧，啊正達法師話。你就咁坐喺度，你就睇住我色正達成佛啦，咁嘅，我哇真係有型啊！咁嗱，咁一個肯喐，一個肯修行，肯，即係肯修行啊！修行其實係講修你個心，我哋而家講乜都講個心啊，以個心為主啊，咁係改變你個心嘅壞習慣，你可以咁講啊。咁你如果下下係唔喐嘅，咁你咪下下都翻翻嚟，即係隨住你自己所做過嘅嘢，你隨住你自己所作過嘅嘢，咁咪睇下下次做咩嘢。但係如果你肯修行咧，用波野智慧，真係肯用心去觀啊，觀照。即係我哋今日講嗰啲嘢咧，咁你或者唔明住先啦，但係即係我哋今日你嘗試下明白我哋今日講嘅嘢先啦。咁我哋今日到底其實想講咩嘢咧？咁啊話又話眾生同佛其實係一樣，所以我哋話有個叫佛教嘅平等觀，因為所有嘅眾生都有咁樣嘅覺性，有咁樣嘅能力嘅，有成佛嘅可能性嘅。所以《妙法蓮花經》入面有一位叫做常不興菩薩，常不興菩薩咧，佢話：哎呀，我不敢輕於汝等啊，我唔敢輕慢你哋啊，因為汝等皆當作佛，皆當作佛都話你哋咧都啦。將來啊，個當字咧，佛教佛經好多時都用個當來咧，將來都一定會成佛，所以佢唔敢輕慢任何嘅人嘅呢位常不興菩薩。咁呢樣嘢好平等啦嚇。咁我哋好淺咁樣講咗先啦，因為個個眾生都會成佛嘅。咁又上幾次都有講過啦，佛法其實係講因果啦。咁你。嗰、那個咩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嘛；欲知來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嘛。依因果嘅嘢，我今朝早飲咗啲壞咗到期嘅奶，我以為佢今日到期都應該 OK 嘅，雖然就開咗幾日擺咗喺雪櫃，咁我就唔知點解我就喺度屙咗我四次。咁呢啲係因果啫。好容易明啊！你冇飲到啲壞奶，你冇事咯嚇。邊個人我所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啊？邊個人做咩嘢啊？呢啲對唔住啊，所以樣樣嘢我哋而家講緊係以個心為嗰、那個業字，係以個心為要因啊。咁就。自己作嘅自己受嘅，我飲咗嗰啲奶就唔好怪人啦。冇，因為如果你係好明白呢個因果嘅道理咧，有啲咩事發生你好泰然嘅，即係你知道前因後果，你唔會話又唔使話點樣驕慢，話有啲咩好嘢你又唔使驕慢，有啲咩衰嘢你又唔需要怪人，因為全部都係關你自己事嘅，你自己自作自受嘅。咁啊，真係有個問題嘅，唔係講個問題之前咧，咁喺明朝有一個叫做了凡四訓嘅咧，有位了凡居士咧，佢就寫咗個了凡四訓出嚟嘅，咁就係話
因為佢自己俾人批過命，我就話佢又短命，又冇仔信，又冇仔送佢終，又冇功名，即係乜嘢都冇咁樣啦。咁佢就好唔開心。咁於是乎，咁佢又唔知點樣嘅，咁好似又撞見，跟住佢做好多善嘅業啊。咁佢係改變咗自己嘅命運嘅，因為人哋好似批咗佢條命，話佢又咁又咁又咁，咁佢福慧增長得嚟咧。佢寫嗰個《了凡四訓》嗰陣時候啊，中咗科舉，又有仔送終，又已經其實嗰陣時候已經60幾歲啦，即係唔係短命啦。咁所以呢、這個你哋自己可以揾呢個《了凡四訓》嚟睇。咁呢個好平等啦，作過嘅嘢自己受翻。咁但係咧，又有一個問題喎。咁有一句説話咧，就是、人哋教我嘅，我之前識嘅。咩叫做殺人放火啊？金腰帶咧？咩修橋補路就冇絲鞋喎？點解係會咁嘅咧？咩好心唔得好報嘅咧？好似係啊？點解咧？4個字，時辰未到啫。有樣嘢咧，我哋話講姻緣啊嘛，即係要講條件和合嘅。即係咧，事情發展到而家咧，三堂咧已經去咗2堂啦。即係嗰個條件係咁啦。咁所以到今晚咧，你應該有咗前2晚嘅底，你聽今晚嗰啲嘢應該容易啲嘅。雖然大家係初基班啊，你唔知係今日唔知第幾堂，咁所以我哋都嘗試講啲好深嘅嘢嚇，好高興。係啊，我冇解點解啊，我解話係時辰未到。其實咧唔止時辰未到嘅，我懶啲4個字就其實應該話咧，因為佛教唔係就係講一世嘅因果嘅。佛教是讲三世的因果的嘛，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为之三世的因果。那他今次你见到他是这样，或者他过往那些好的善的业的果熟了先，他今世虽然是恶人，你不是觉得他好像赚大钱，又好像样样都很顺利，所以说他时辰未到咯。那或者他过往的恶的业個果成咗先，咁咪所以而家要受咗嗰啲嘢先咁。咁所以你話三世嘅因果，其實過去世又有過去嘅過去，有過去嘅現在，有過去嘅未來。咁未來世又有未來嘅過去，有未來嘅現在，有未來嘅未來。咁其實真係好無盡啦。所以我哋話眾生係無邊啊，世願道無盡啊，三世嘅因果其實係講好無盡嘅嘢嘅，係解咗。咁啊，上次咧都繼續講啦。咁既然咁無盡嘅嘢，咁我哋講過呢尊咁樣嗰啲上次我哋咪有講過話叫你發大心，你做菩薩啦，發個大心啊，幫忙多啲人啦。你總之發心成佛嘅咧，你發心要將來要成佛嘅咧，修福修慧啊，修波嘢嘅智慧添啦，特別係又修慈悲又修智慧嘅咧，咁智慧咧福慧都要修啦。咁咧就係嗰啲我哋叫菩薩嘅，即係菩薩咧係好無我嘅，佢唔會下下顧住自己嘅。菩薩咧有個佢哋個存在係為咗他人嘅幸福嘅。咁所以你見到咧，菩薩同羅漢就唔同嘅。羅漢咧就係下下搞掂咗自己就算啦，因為覺得三界苦啊，我走先，唔該，我搞掂咗我就走。咁所以你見到啲羅漢嗰啲樣咧，係好古古怪怪噶。咁嗱，咁啊有相為證啊。咁我已經揾啲呢啲叫靚啲嘅相出嚟啦。羅漢咧，因為佢哋搞掂自己就走得噶啦嘛，佢唔需要靚噶噃，佢唔需要可親噶喎。
佢哋最好唔好搞佢添，你最好唔好嚟煩我。我啊唔係好，即係佢哋會有啲古古怪怪嘅樣嘅，個個都古古怪怪，冇一個上好莊嚴嘅，唔似得菩薩啊嘛。菩薩要你大家中意親近佢先得㗎，你佢個樣都唔好咁，你都唔係你睇見佢驚啦。咁所以菩薩又叫菩提薩多，菩提即係覺啦嚇。咁啊，薩多其實解有情。咁所以佢哋咧個使命咧，佢哋就係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嘅。咁佢個樣一定要好莊嚴，先至多人歡喜啊！咁啊，真係同埋菩薩咧係不為自己求安樂嘅，因為如果為自己啊，下下都為自己嘅咧，即係經入邊講咧。你真係小心啊！下下都為自己嗰啲叫魔咋，所以係魔事啊！即係你所做嘅嘢係魔事啊！所以菩薩佢哋唔為自己求安樂啊，但願眾生得離苦。咁嗱，咁菩薩同埋羅漢佢哋都係要儲資糧嘅，因為既然成佛嗰條路話得咁長啦嚇。咁啊，菩薩就悲心救苦，度假慈航，反翻轉頭。呢啲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反翻轉頭嘅，好似人人都向緊一個方向行緊出去，係佢哋反翻轉頭救入邊嗰啲人出去嘅。咁可以係咁嘅樣，可以係咁嘅樣都得嘅。總之係救人走噶啦，救人唔理自己辛苦嘅，成就人哋嘅。佢哋有咁樣嘅悲怨，有咁样嘅智慧，今日就系讲个智慧，佢哋成愿再翻嚟嘅，佢哋有把握。咁佢哋其实系修乜嘅咧？讲咩智慧咧？咁好多时候，大家而家坊间就好兴讲一啲叫做 mindfulness 嘅嘢嘅，系嘛？即系搞一啲正念嘅禅修。其实你话修行，我头先话修行，其实系修你个心。咁你個心係到底做咩嘅咧？喺度咁啊，所以就又話有啲叫做 mindfulness 啦，即係叫你正念修行。咁嚟念咩咧？正念咪即係咩咧？你 mindful of 乜咧？咁呢、這個呢張相好容易明啊！咁你加下你拖狗仔，咁你到底你個心啊？你個心係？充滿住色聲犬馬、色聲香味觸法架，抑或你係真係念念都在你當下，你嘅你睇到係乜嘢就係乜嘢咧？所謂如是咧，即係你佛經第一句都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什麼什麼，同邊個邊個說乜乜乜法咁，如是嗰、那個。As it is 啊，即系系咁就系咁，咁啊系咪就系咁咧？咁唔单单止系咁就系咁噶，仲有咧，我哋话佢唔单止系见佢见到树就真系，佢见到树就系树，见到太阳就系太阳，佢仲见缘起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死啦！解咩咧？呢啲先叫真切见佛处。你话见佛喎、哦，哇，唔系真真见，唔系有见过佛像喎、哦，见缘起喎、哦。咩叫见缘起咧？嗱，我哋今日其实系想同大家讲嗰个嘢咧，原来讲个平等观系要讲呢啲嘅，讲缘起啊，讲因缘和合，讲嗰个空性啊。我係咪死得想瞓？如果你話見緣起咧，你話開悟啊，見翻你自己嗰個本來啊，見翻你自己本來面目啊，你會見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嗰啲老和尚講嗰啲説話，佢哋開悟，佢哋就見到呢啲嘢。咁佢哋講啊，佢哋話清清翠竹啊，無非波野啊，鬱鬱黃花，我都一個鬱字嘅，鬱鬱黃花皆是真如。嗰、那個如字啦，又嚟嚇。咁到底喺度講乜咧？我哋話啊嘛，呢、這個《金剛經》講啊，
佢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相呢，相嘅嘢呢，講得個相字呢，好似譬如話物質嘅嘢啦，男男女女，靚嘅唔靚嘅，啊有啲好靚嘅嘢啦，大大細細老嫩色聲，呢啲全部都係相嚟嘅。聽到嘅説話，色聲香味觸法啊，法添啊更加啦，是非人我，中意唔中意，分別啊。相是外相，是讲个景的东西，也都可以是讲内相，你个心想的东西，是没有心啊。这所有的东西都说是虚妄的，就是说全部都是骗你的。为什么？因为是条件和合，条件成那件东西就成。好像譬如今晚呢，個條件好，大家可以嚟到呢度，又未佔到嚟呢度，咁又有車嚟到呢度，你更艱難你都嚟到呢度，咁呢啲係條件咯，條件和合你咪有個班咯。我今日個條件我真係唔得，你送翻我入醫院啦，我屙到咧七彩咁，咁呢個都係條件咯。咁所以凡係條件成嘅嘢咧，即是说会变化啊。过多一个钟呢，大家可以回家了。即是我答应你今晚我不讲多啊，我都想快点走啊，不行啊真的。那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如果是条件契合的东西呢，你想一下世界，哇这个东西的条件都是。咁啊！呢个世界上嘅嘢咧，全部都系哇，条件和合嘅。我哋话因为佢系样样嘢系靠第二啲嘢而成就嘅，佢唔会单独存在嘅。今日呢個班唔係單獨存在嘅，少咁啲嘢，冇咁電，你都冇嘢睇嘅啦。唔會係，因為佢係條件做噶嘛，條件變嗰件事就變噶啦，唔可以有什麼主宰嘅，唔有好多嘢。咁我哋話咧，哦，如果呢三個條件咧，我哋就話哦嗰樣嘢，所以樣樣嘢咧都係冇一個我嘅所謂我啊。唉，講咗咁多先啊，睇公仔啦。哎呀，仲未有公仔睇喎，對唔住啊。哇，呢句好深啊，解死嚟嘅，睇個公仔先。未必有公仔睇嘅，原來網上重温，我啱啱先知道。咁你話你哋幾好彩？所以佢雖然話係條件，樣樣嘢係無常，但係都唔係話咁淒涼嘅，因為無常嘅意思咧，即係咩事都會發生啊，咩事都有無盡嘅可能性啊。咁如果話啲嘢無常咧，個教訓即係話你要好好地把握咯，你好好地珍惜咯，好好地珍惜你有公仔睇。嗱，好似譬如你屋企如果試過有細路仔咧，咁你都笑我喺佢面前砌嘢咁樣啦，砌咗一個塔出嚟咁啊，好辛苦揈曬汗咁啊砌咗個塔。咁你砌完啦，好辛苦咁砌完咧，咁個細路仔就啊哈哈哈會笑噶。咁你或者唔覺意你擁冧咗個塔咧？嗰、那個細路笑得仲開心噶嘛？分分鐘啊哈哈哈啊！呢、這個孩子不管成功還是失敗，他都高興。
哦，呢、這個原來叫做向孩子偉大嘅精神學習嘅。咁其實呢個精神係因為嗰個細路佢係離咗條件嘅高興，佢唔會話因為你砌咗個塔佢開心啊，你砌唔到個塔佢都一樣咁開心嘅。唔係話因為我會中六合彩啦，有27億啦，我就會開心噶啦。咁呢個係條件嚟嘅。我要去聽到嗰堂佛法嘅，我要去做到乜嘢乜嘢，我就開心嘅。咁呢個係條件嚟，你一定要加我人工，你一定要升我職嘅。咁你一定要升我職，我就高興噶啦。咁呢啲係唔係話唔好？好短暫啊！你開心一陣，我一定要食到什麼自助餐？呢啲唔係條件。咁呢啲係好短暫嘅高興啦，你分鐘食錯嘢咪又好似我咁，因為嗰啲嘢係條件來噶嘛。你睇下嗰個所謂嗰個塔係一個相啦，係呢啲有舊咁嘅嘢，好多舊嘢砌成嘅嘢嚟嘅條件和合嘅嘢咧。我哋話佢冇一個獨立嘅性質，冇一個常啦，佢唔會成日喺度，因為會變噶嘛，少咁一舊嘢都冧啦。咁冇乜主宰，點講咧？我哋話佢因為佢係叫做冇一個自主，佢嗰個無我嗰、那個，或者我哋話嗰樣嘢咧，就叫做冇一個獨立嘅自己嘅性質嘅，或者我哋叫呢個做空性啊，各位無自性啊，因為佢係因緣而起嘅嘢嚟嘅。所以話，凡係因緣起嘅嘢咧，就無自性，或者叫做空性。OK， 明住咁多多先啦。我今晚成晚都係講呢啲嘢嘅。咁所以話嗰個塔係冇一個自己獨立嘅性質嘅，佢嗰個實性，佢嗰個實性其實係成日變化緊㗎。嗰個又叫空性。我哋明白到呢啲咁嘅叫波野嘅智慧啊。咁其實你話波浪即是水呢個嘢點解咧？有風咪起波浪咯，波浪滅咗咯，你咪見到啲水係嘛？係我方便，我開個方便咁講啫。波浪本身就是水啦，是吧？其实样样嘢都是这样的。你一定，我今晚起码第一样嘢跟大家讲的呢，大家一定要第一样嘢明白的呢，那个叫缘起性。你起码一定要明白这个诸法一切嘅嘢，诸法因缘而起嘅，此有故彼有，因缘所生法啊！龙树菩萨讲啊，样样嘢都系因缘所生啊嘛。缘字其实即系解条件，就唔该我再讲多次，即系好似嗰个塔系一嚿一嚿积木砌出嚟嘅啫，乜嘢都系乜嘢砌，样样嘢都系条件和合嘅啫。條件一變，嗰樣嘢就成，其實係不停咁變化緊嘅。咁呢個叫緣啦，個因係咩咧？嚇，你估？你諗下先啦，唔好講呢啲住啦。呢樣嘢一定要記得啦嚇，條件因緣和合嘅嘢。哇！那個無相是你現前咧，無相可破有相嘅執著。咁哇，咁即係咁啊，講無相咧，即係叫你離相嘅。波野嘅智慧啊，成部《金剛經》啊，成部《波野經》啊，《波野經》啊，好似600多卷，縮做5000多字嘅《金剛波野波羅蜜經》。
金剛經或者叫做金剛金剛鑽石個譬如嚟嘅波野嘅智慧，成部波野嘅智慧，成部波野經縮縮做五千字嘅金剛經咧，金剛經再縮在250多字嘅心經，波野波羅蜜多心經，唔係多心經啊，各位嚇。你哋唔會啦，你哋而家上咗咁多堂，咁啊叫或者簡稱心經250字，咁啊心經亦都再縮，用個覺照嘅照字啦，我跟翻我師父講，有波野嘅智慧去觀照啊嘛，行心波野波羅蜜多時就點咧？你照見五蕴皆空。我記得咧，講到空性呢樣嘢，的確好難嘅，因為一講到波野嘅智慧咧，我記得想當年咧喺呢個界限街嘅時候咧，咁我喺度嘗試下喺度啊，就算我出曬力喺度講啊，又豬仔啊，又乜乜乜乜咧，咁有人坐嗰陣時候就逼啲啦，冇呢個因緣個條件咁好啊。你去過界限街嗰啲人知，咁啊有塊板，咁我哋喺度講呢個波野嗰陣時候咧。佢喺後面咧瞓咗，瞓到跌咗落嚟，擁冧咗塊板噶。咁所以你話呢樣嘢幾艱難，大家聽見好驚嘅，一講個空字。咁希望你今晚好啲啦，希望我今晚好啲啦，係唔知啊。咁啊，如果我哋迷咗嗰個空性，或者我哋迷咗我哋自己一個覺性啊，迷咗自己個真如本性啊，我哋就見到周圍都係相。你又啱啦，你又唔啱啦，你又撐啦，我又反啦，你又抌嘢落嚟啦，我又憎你啦，你又拆啦，我又起啦，你又噴啦，我又開遮啊，好多呢啲全部都係相，你開心我唔開心，你鬧我我唱歌，呢啲全部都係相啊，心相都係相啊，你個情緒都係相嚟噶，各位。你開心，你唔開心，你嬲，你猛，你嬌慢，你擔心，乜乜乜乜乜，都話嗰啲係你內邊心入邊嘅相嚟嘅啫。你離相咧，你就見翻你自己本來嘅自性，因為你個相講離相，講離相咧，成部《金剛經》都係講離相啫，各位。或者俾多啲字啦，離相好難明噶。離相咧，同啲人講咧，啲人話：隱師唔得啊，離相兩個字好深啊，唔得，唔知你有乜？叫你覺得你住咗落個相度，即刻放捨啦，唔該。覺察到我住著，我唔開心，或者我個心相，或者我好中意呢尊佛，唔通我捧咗佢翻屋企咪嘛？咁。都唔可以噶嘛！你住咗落去啊，好中意大家咁，但系到9点钟，大家都要走噶啦。你觉察到自己住咗落去某啲相嗰度，你即刻写啊，唔系好难明啫，嗬？点咧？哦，哇！唔该你，唔该唔该。迷相嘅坚性啊，嗱，如果从缘起嘅虚狂妄。虛狂嗰啲嘢假嘅咯，即係話俾你聽啲嘢呃你嘅，即係好似變魔術咁變出嚟嘅啫，幻幻化化嘅虛狂妄，虛狂妄取上嚟睇咧就千差萬別，男女老友靚嘅唔靚嘅，病嘅健康嘅，呢全部都係相。你執住個外相，你去。你去分別咧，你用你嗰個意識去分別咧，分別嘅就係色，呢個我哋就叫做染。你無分別咧，你唔係叫你懵嘅，你知道但你唔執著。你聽住啊，唔係懵噶，學佛唔係叫你懵成成，哦，你唔分別，呢個就係知啊。你知道但你唔執著噶，唔係唔知啊，要你下下都要覺照啊，要你知噶。
清清楚楚嘅。點樣呢？如果從緣，如果你用嗰個虛狂，如果你取相嚟睇咧，你就千差萬別。相就一定冇得平等，一定有男女老幼，有好有唔好，有中意有唔中意，有講得順講得唔順，有笑有唔笑，有歡喜有憂愁。相一定冇得你平等，有錢人有冇錢人，有金鐘有旺角。但是如果從緣起的空性啊，本性如實的空相來看呢，這個就是一味平等了。性就是平等，相就永遠沒得你平等。那個性啊，其實是這樣的，你個個依住自己的因緣呢，大家那個業力的問題啊，就很平等的。你作什麼事，你就有受回什麼因果，那個這樣的道理啊，那個緣起性空那個道理，這個就是佛教怎樣看平等，那就不是那麼慘的。那有什麼無常的事理呢？講到現在，事到如今，我們講因緣和合 OK 嘛？因緣和合啫，都很容易明啫。家下呢個死啦，呢個叫不生不滅，不生不滅啊！因為在因緣和合嚟睇咧，喺世間法嚟睇咧，樣樣都是生生滅滅嘅。啊，好似啊，今晚咪七點半咪生咯，呢個班啦，一陣間九點鐘咪滅咯，生滅啊，生滅啊，生滅啊！但係佛法唔同你講生滅噶。佛法教你出世间嘛，讲同你不生不灭喎。嗱，你明白咗个原理性空先啦。咁我而家同你讲咩叫不生不灭啦。好惊，点咧？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嗱，各位，嗱有嘢睇好睇啊！原来喺网上重温系冇得睇嘅，我听讲咁啊，影下我咪影下呢块板啦。不過好像影不到我的，我就算在塊板前面都影我不到的，不要緊啦。嗱，各位，嗱，當這些是時間啦，時間時間時間，我們普通人我們成日都是這樣想的。啊，九點半，啊，這個班開始啦，哦，去到九點這個班完啦，你當然是這樣想的嘛。那我們告訴你，佛法不是這樣想的，我特意拖長一點，你等你慢慢想一下，等你慢慢煲一下這件事啊。這個班啊，現在很流行，這個班是因緣，這個班啊，這個相來的，是因緣和合的，那我們叫它班，我們可以叫它很多東西的。啊，好啊好啊，這個有歌仔聽一下。嗱，話說呢，嗱，這個沒有了，你網上看那些沒有。我們再看，欸，不好意思啊，我回去之前先。這塊這樣的東西呢，停，這塊這樣的東西呢，話說我今次去加拿大就買回來，那就等我們好好地在這裡研究這個緣起性空嗰陣時候，解得冇咁悶啦。咁呢嚿咁樣嘢咧，原來咧就係北歐貨嚟嘅。喺北歐貨咧，咁佢咧就，誒冇咗嘅。哎，等我喺度傻傻地咁喺度講，嗯，你停咗你先，停啦，唔該你。嗱，呢嚿咁樣嘅嘢咧，本來咧就係一盒嘢咁樣嘅，呢個北歐貨。咁啊點啊？要砌出嚟嘅，好玩喎。咁我本來咧就諗住送俾一個病人嘅，等佢明白咩叫緣起性空啦，繼而明白咩叫不生不滅啦，咁對佢自己嘅生命有更加深嘅了解嘅。不過佢就係拍咗呢條片俾我啫。咁呢樣嘢咧，其實係要咁嘅。咁其實咧，佢係有個兜兜啦，有條咁樣嘅依個嘢係喐噶嘛。啊，頭先睇見有個兜兜，你擺一粒嗰啲
蠟燭仔，咁你咧就吊吊呢啲一塊二塊呢啲咁樣嘅金屬片咧，啊佢哋包埋一盒嘢嗰度，即係咁啊，咁啊有個呢個叫做呢、這個叫你細個啲你應該見過，你啊係你啊你細啊，呢呢嚿呢個叫冇。冇名啊！真系识啊！我哋唔识噶嘛，我哋咩叫冇名啫？我初以为佢叫，我初以为佢叫唔知咩。嗱，呢啲系名咯、嘢咯、相咯。点解佢系后生？呢啲全部都系相啦。咁你依旧咁样嘅嘢咧，就因缘。如果因缘和合咧，你点着个蜡烛咧，蜡烛嘅有热气向上升咧，咁就整咗个 convection 咯，唔知中文叫乜啦，咁咧就会整到上面嗰嚿嘢咧会转嘅，咁佢嗰个佢嗰、那个唔知咩，佢拍呢样嘢，佢净系可以拍到十秒，咁所以我哋嗱，因为佢好有趣咯，我觉得成件事佢之所以虽然系喐啊。嗱，佢真系喐噶，因为你点着咗火啊，成件事其实都系条件和合啫。咁我问你啊，呢嚿嘢我都其实唔知呢个咁嘅产品叫咩？咁你叫你以为呢嚿咁嘅产品有咩开始有咩缘呢？哎，唔明白乜嘅啦。你首先明咗因缘和合先啦，嗬。嗯，好啦，明咗因缘和合得啦。呢、這个班都亦复如是嘅，因为你以为佢7:30嗰阵时系生咩？你生我都系括住噶，真系好耐，而家好搏命喺度整嘢手势。你以为9:00就灭啦咩？或者呢个班叫死咗咩？9:00之后。但你如果拎走這些東西呢，因為在今晚之前5:00的時候，或者、之前上年去年去年我都用過這個這樣的圖的，我都是說回這些東西的，那只不過說是一些變化，它沒有生到，它變化了而已。我1年前同1年後讲嘅嘢系一样定唔一样啊？一样吓，咁、啊、你又嚟？你都听过咯。所以有啲人同我讲，哎呀，我喺 YouTube 睇过啦。咁我你又嚟，咁横掂都讲翻一样嘅嘢啫嘛。咁 YouTube 嗰啲嘢同我而家啲嘢系一样定唔一样啊？边个睇过啊？你哋？怕应啊！旧年嚟过，边个听过噶？系一样定唔一样啊？好啊，我唔问你呢个先啦。有啲唔同嘅，我旧年起码冇嗰只嘢先啦，我未买到嗰只嘢先啦，有啲唔同嘅。咁都有啲都系嗰啲嘢嚟嘅，你唔话得你错嘅，我都系讲呢个不生不灭嘅。吓、啊，个都系讲嗰啲嘢嘅，咁我不如问你啊，我不如问你啊，各位，8:04，又嚟啦，7:30你啱啱行入嚟嗰个你啊，同而家8:20嗰个你，系你定唔系你啊？唔惊望住我嘅。不如你答，系我睇你第一次听啊，得啊，得得，你答你答系，吓系定唔系啊？唔系，点解唔系？1分鐘前嘅我都唔系而家我，因为人喺度变紧啊嘛。哇！阿成，你唔系听过？我就系想咁答咋，因为你唔系。又是你不即是你8:20嗰个你，不即是7:30嗰个你，
喂，你起碼多咗，你起碼俾我搞到你好混亂，起碼好猛震先，同多咗啲嘢啦，起碼多咗啊咩叫因緣和合，起碼見到嗰嚿轉轉嘢啊，知道有個咁樣叫不啊，人肉體係人肉體都好似，喂你嗰啲細胞其實甩咗好多。你唔知咋？你或者你啲頭髮已經長翻出嚟。我話俾各位聽，我琴晚剃頭㗎。你睇我今朝已經搞，我而家已經搞成咁啦，已經鞋濕濕啦。你唔知咋？你或者你頭髮長啲，你可能你頭髮長緊，你手指甲已經長緊，你個心不停咁喺度跳㗎。如果一樣就好，係啦，冇理由一樣㗎嘛。如果係一樣就好恐怖㗎啦。哇！嗰人唔老，嗰人唔死喎，好驚喎。我哋話一啲變化係你夾硬話係呢個，你話七點半之前嗰、那個唔即係你，但係又離唔開七點半嗰個你，唔即係八點而家20分嗰個你。但是七點半嗰個你又離唔開八點二十分嗰個你，呢、這個咁樣嘅哲學性嘅概念，大家要明白先得。其實乜嘢嘢都係咁噶，唔單止係你，唔單止，譬如我今晚講嘅嘢，我今晚講嘅嘢唔即係我舊年講嘅嘢。但是亦都離唔開我去年講嘅嘢喎。我今晚講嘅嘢唔即係我喺屯門醫院同啲醫生講嘅嘢，但是亦都離唔開屯門醫生講嘅嘢。我嗰次講完之後啊，你以為滅咗啦咩？嗱，我去年講完啦，呢堆嘢係咪滅咗冇咗咧？嗱，譬如今晚啦，今晚講完係咪你哋翻咗屋企就冇咗啊？起碼人哋問你，喂，你今日去聽咩啊？啊，嗰個法師唔知話乜，你話會變咧？佢又講嚿唔知咩嘢喎，咩北歐嚟喎，又喺加拿大買喎，又話嗰啲點咗蠟燭嗰嚿嘢會轉唔知乜。咁佢又播啲叮叮噹噹嘢，講叫因緣和合喎。你講嘅嘢同我講嘅嘢係咪一樣？點會唔係一樣？唔即係。又離唔開咯，得唔得啊？唔係好難啫。好啊，各位，我問你啊，再問你啊，好難明啊。係啊，唔緊要，我再問你呢位 Auntie， 你今晚食咩飯啊？你今晚食咗咩？你食咗飯？你未食飯？晏晝食咗咩？食包 ，OK， 個包而家喺邊啊？我知啊，你講嗰啲咧係外表嗰啲變化，但係其實內心其實唔係一樣。嚿包，我。內心都會變化的，外表自然會變化。 OK， 內心都會變化的，心情都會變化的。OK， 得，沒問題，聽多一點沒問題。我責任在這裡叫播種，播了個種，不知道什麼時候發，咁就好啦。唔知道我求其播，唔可以講求其嘅，好認真喺度播緊種嘅。各位，我問你個包去咗邊咧？啱啱有問題。喺度。咁你係個包啊？唔知啊，點知佢就個包係你啊？你答唔知啊，好聰明嘅。通常都係答唔知道。其實我真係想答咧，我真係想你答咧。我唔即係嗰個包，但係唔係，我都係照播翻出嚟啫。我播翻出嚟啊，依啲叫鸚鵡學舌啊。你唔即係嗰個包，你亦都離唔開你頭先食嗰個包嘅，因為你唔知去邊啊嘛，係成咗你身體嘅一部分嘛。你係其實唔止食個包啦，咁因為你琴日食過咩？可能出咗去啊！琴日或者食咗碗饭，你离唔开你琴日食嗰碗饭噶，因为嗰碗饭唔知道变化做咗乜嘢嘛。
其實都是一些變化嚟嘅，邊有生到，邊有滅到啫？冇個會煩去邊？去邊啊？咁出大部分，有部分出咗嚟，有部分入咗去嘅，唔知道去咗邊嘅。所以好多嘢唔使 sorry， 唔使 sorry， 唔使 sorry， 有咩好 sorry 啫？嗱，你諗下呢啲嘢啊！嗱，大家又繼續諗呢啲嘢啊！嗱，我又再問你啊，即係嗱，譬如我問你啊，你阿彌陀佛，福慧增長啊！嗱，咁呢下我問你啊，嗱，我問你啊，你唔好彩啊，你坐喺度，我問你啊，你係廿幾年前出世啊？出咗世。OK， 咁你廿幾年前出世？之前呢，你以為你在那一刻出世嗎？之前是什麼呢？即是當你二十多年前出世，你真的以為二十多年前那一刻媽媽的肚子出來那一刻叫出世嗎？是的，在阿媽喺阿媽個肚度開始形成啊！你識得講啦，係咪？依個啲普通常識啦，一定係啦，係嘛？喺阿媽個肚度係一嚿唔知咩嘢啦，或者係阿媽阿爸一啲身體入邊嘅細胞啦。佛法你遲啲有一堂會講話什麼？業果輪迴嗰陣時候，佢會講話你係父精母血加埋你嗰個第八識，你嗰個心。OK， 咁就人咧，所以為之話係人咧，其實都係。那個身體和那個心假合嘅啫，咁你以為你係某時某刻出世咩？係你以為啫嘛，即係頭先我哋講個班，你以為係七點半個班出咗世咩？唔係喎，個班其實變第二啲嘢，以前呢個班呢、這個所謂班。这个地方我又在这里，他有第二些人在这里做第二些活动。跟着时间过了，那些人又出来开始排凳，又开始发过来，又滴水，有人知道善亲。很多事发生到现在了，时间差不多了，又你们又来到了，大家又坐好了，法师叮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咩係條件和合嗰件事就好似成啫，其實都係一啲變化。你安佢七點半就話開始，跟住九點鐘你話完啫嘛，係嘛？所以冇話咩，你拎走嗰啲你夾硬擺落去嘅嘢咧，其實係。所以佛法入邊有一句咧，佢話個人都會死，個個人都會死，但係冇人死到啊。But no one is dead， 個個都會死，因為佢叫不生不滅嘅嘢就係咁解啊。再嚟，我方你唔明。今日好多嗱，起碼呢啲啦，因緣和合呢個明啦，應該得啦。因為啲嘢係因緣和合嘅，所以係不生不滅噶。深一層點咧？點講啊？嗱，呢個明啊，不唔知明唔明啊？不即不離嗰、那個，我而家飲水，我唔即係呢頭先飲落去嗰幾啖水，但係我之所以有今日呢一刻。是离不开我刚才喝下去的水，所以我跟其他东西的关系不即是又离不开的。我再说，鸡蛋一粒蛋，吃了一粒蛋，即是刚才的包，鸡蛋入了我的身体，消化了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即是那碗饭消化了成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哎呀，那个鸡蛋是我，那个包是我，那碗饭是我，但鸡蛋又不是我，我也不是那粒蛋。哦，原来呢，变成我的鸡蛋到底在我的面上还是在我的肚子上呢？
原來我是雞蛋啊、小麥啊、蔬菜啊綜合體。綜合體，你想想那碗飯是很難的，就是你今天那個包有多少恩怨在裡面，我們看深一層。那個包，包有什麼做？麵粉、雞蛋、水、時間、心機、人力，還有什麼？還有什麼？麵粉就一定有種子、有植物、有空氣、有太陽、有雨水，哇！咩嘢都喺個包度啦。諗深一層，有咩生到啊？個包食咗落去，你咪變咗係頭先嗰堆嘢，係一啲變化。乜嘢嘢都係啲變化，哎呀，真係冇陰功咁快，已經要你哋聽啲咁深嘅嘢，得嗰第幾堂陰功？第八堂啊！哇，犀利啊！你哋咁快已經聽啲咁深嘅嘢，呢啲波嘢嘅智慧係好深噶 ，sorry， 真係好深噶，你唔明白，你驚，好正常啊！一講到個空字，好驚噶嘛，空字唔係解冇。只不過是一種變化啦，是講假的，講到好像以為什麼都沒有，很害怕啊，不是解無，是解無自性的那個實相，哎，再不行了，再來好多啦，啊，這個我們很關注的家庭，大家應該認得啦，嚇媽媽同埋兩個小朋友，哥哥同細佬。咁嗱，咁就係呢個咯。呢位咧，係咪真係呢位啊？係啊，又唔係啊？喂，將來做皇帝嘅人哋嚇，我唔認得佢啫。佢 BB 嗰陣係咁嘅喎，咁啊仲有嘅呢個咧，嗱我話俾你聽，大家如果唔係好關注呢個家庭咧，亦都唔係好理得佢哋咁多嘢咧，呢個其實即係同一個人嚟嘅，只不過嗰陣時佢 BB 咁樣上下咁細啦，咁佢大個啲啲就變咗個咁樣嘅小朋友啦，小朋友後屘再大啲啲，咁佢就生咗依個小朋友啦。咁呢個就係皇室嘅繼承人啦，英國啊第一個繼承人啦，跟住嗰個係咪第二個？第二個係佢阿爸先係第一個嘛。咁跟住就係佢啦，咁跟住第三個就係佢啦，即係呢個佢個仔啊 ，George 咧。咁我想問你啦，呢個同呢個唔即係呢個唔即係呢個。亦都唔即係呢個嘅，但係呢個明明離唔開呢個啦。咁呢個唔即係呢個啦，嚇呢個唔即係呢個啦，唔同人。雖然大家都係 B B 啫，但係都離唔開佢喎，係嘛？其實所有嘢都係咁嘅，咩嘢都係得啲變化嘅。既然樣樣嘢都係啲變化。你唔肯用心去觀察咧，你硬係要執住佢咧，你就辛苦咯。或者我哋叫冇個波嘢嗰個智慧啊，所以你就辛苦咯。或者你而家都好辛苦。嗱呢啲呢兩個，嗱呢兩個咪即係嗰兩個，呢個即係呢個，呢個即係呢個，都係嗰個。不過好似有啲變化啦，咁啫。咩嘢都系嘅，系睇翻呢个先。嗱，咁样头先嗰样嘢咧，我哋就话乜嘢嘢同嘢之间都有关系，唔即系又离唔开嘅。因为样样嘢都系条件和合噶嘛，咁所以全部都系得啲变化嘅。咁佢又冇，如果全部都系一啲变化，
佢生而無生啊！所以你話平日打坐啊，你收空觀啊，你觀乜鬼嘢？你啊觀生誒、過去過去嘅誒唔係過去嘅嘢滅不滅，其實不滅。將來嘅嘢，你以為有生，但其實有不生。你成日係咁諗，諸法坦然平，真妄坦然平。呢個係想解《金剛經》嗰個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其實咧話起嗰個觀照咧，嗰、那個照字咧，其實係想收空觀啊，所謂打坐嗰陣時候，當你定咗落嚟，你慢慢好細心咁樣，好專注咁去慢慢地去觀察啲嘢，其實係因緣和合而生，所以佢係冇佢嗰個冇係一種變化，佢冇生到。書法一切嘅嘢其實係因緣和合嘅啫，只不過係得啲變化又冇滅到。咁啫，咁而家我哋讲啫，始终都冇做，唔算嘅，知唔知啊？虽然讲已经咁难明，咁到底做嗰阵时候系点咧？因为净系我哋而家咧，我哋而家呢只咧，我哋而家顶笼叫做文字波嘢咋。我哋呢啲係概念上面啦，如果你係明白你岌頭嘅咧，你概念上面明白我今日講嘅嘢咋，你概念上面明白哦，諸法原來不生不滅咁，你概念上明嘅，係得啲變化，又冇生到又冇滅到，係得啲變化啫，因為係條件和合嘅，樣樣嘢咧唔即係又離唔開樣樣嘢同嘢之間嘅關係係咁嘅。因為你文字上面明白啫，點解硬嚟？要你真係譬如你學打坐啦，起個觀照啊，起觀照波嘢，你先會話證悟到嗰個實相波嘢嘅。實相波嘢即係其實教即係你明白諸法嘅實相啊。其實你話啲大和尚啊，佢哋明白咗諸法嘅實相，佢哋明白咗啊，開悟啊，明白咗啊，大徹大悟啊，佢真係了了咁明白乜嘢叫做不生不滅咋。好似好簡單喎，我哋知道係乜嘢，係咩叫不生不滅？唉，死都唔明。因為點解咧？如果一陣間行出街，有人擁親你，你照嬲，或者搶你嘢，或者爭你地盤，或者鬧你，你照嬲，因為呢個雜皮咧係你著曬落去個相度。因為《金剛經》講啊嘛，佢話：如果又有我相，又有人相，又有眾生嘅相，又有受者嘅相咧，應生親近咁啊，咩都係咩都齊噶啦。依四個相成日都講，其實唔知四個相嘅，有一個相就有曬。依啲咩嚟嘅咧？哦，我有個我相啦，我係你阿媽喎，係人相啦，你阿仔。阿仔去完旅行翻嚟，即系唔打電話俾我，即系有一件咁嘅事，某時某刻有個時間性，你仲喺度執住依件事，唔肯俾佢過啊！你仲諗翻住嗰件事啊？即系講嗰兩個師兄弟咧，一個抱住個女人，嗰、那個師兄其實已經喺個過咗河之後就放低咗個女人，但係阿師弟仲成日執住，成日諗翻啊，所謂執著啊，你係其實你個心成日仲諗翻起啊，咁呢個咪受者相啊，有個延續性，咁咪四個相都齊咯，
咪所以辛苦咯。誒，唔緊要。所以話，哎呀，叫你放下行啦，唔好執著係，因為佢係不停咁變化，嘢就不停咁變化。你夾硬要執住佢唔變，係好辛苦噶。所以有時候啲人譬如唔捨得佢變啊，或者唔捨得塊面唔 V 啦，或者唔捨得自己肥啦，啲衫唔啱著啦。呢個好成日都聽見啲細路講嘅。咁呢個係住咗落去，著咗落去，著相或者叫住咗喺個相嗰度啊。所以我哋而家教你嗰啲波嘢嘅智慧，教你离相嘅智慧啊，教你波嘢嘅智慧，教你空嘅智慧啊，系咪好难明啊？好难明，好难明。如果咧真系好难明咧，咁我都明白嘅，因为人哋都话过，哎呀唔得啊，隐私呢两个字唔得啊，离相唔明啊，唔知啦乜啊，咁啊唔该你睇下呢张相啊，就系阿芝芝同埋阿包包嘅。阿芝芝咧，嗱，咁佢未沖涼之前啊，包包都係咁樣嘅，阿芝芝咁咯。但係沖咗涼濕咗水咧，濕咗水之後咧，阿包包誒咁啊，阿芝芝好啲。我哋就著曬落個相度，所以我哋會覺得，哎呀，好陰功啊！但我哋唔記得咗，其實呢啲係得啲變化，因為佢濕咗水，因為因緣和合啊，有水啊，啡濕咗佢啊，咁所以佢變咗咁樣。我哋唔記得咗，其實你俾啲風筒或者俾啲毛巾捽佢，佢可以變翻做咁樣噶嘛。咁有幾時有生過咧？幾時有滅過咧？得啲變化啫嘛。我哋如果執咗落去啊，咁就慘咯。所以。佛法就是、个波嘢嘅智慧就要你了明白，波嘢嘅智慧就叫你离相啊嘛，唔好执住包包靓嘅样，同埋唔好执住佢好样好衰咁样嘅样。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好多时候都会讲下我某一个病人嘅，咁因为我哋见到佢嗰阵时候咧，佢已经系咁样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即系佢瞓咗喺度嗰阵时候。但係都睇得出佢嗰啲輪廓，佢應該係好靚嘅。以前哇，原來睇翻佢個 file 咧，佢以前嗰張相哇，真係成個吳君麗咁啊！即係啲妹妹可能唔知邊個係吳君麗啦，但係即係吳君麗原來係一個好清秀嘅明星咁。咁所以又唔使好介意啦，因為會變啊。咁我記得另外一個病人，我見到佢又係咁嘅樣啊，咁所以當我去到靈堂，佢話要搞個追思會，要我哋去參加，講幾句説話啦。一見到佢靈堂嘅樣，佢嘅簡直好似成個鐘嘉欣咁咧。咁我覺得哇，即係我都會哇，好靚喎！即係咁，佢位先生都話係啊，我太太以前真係幾靚㗎，咁喺度笑咁。咁咁我係咁樣打個突啦。佢嗰啲舊同事呢，就因為佢病咗之後，佢冇唔俾佢唔想見人啦，好正常。咁好耐冇見過佢，佢哋又個個走入去入面睇佢喎。個個睇完出返嚟呢，就喺度喊。即係我睇完佢，哇喺度笑。即係個個其實都係著咗個相囉。唔明白，其實都係一啲變化。個相邊有生到，個相邊有滅到咧？個相啊 ，sorry， 個相有生到，個相有滅到，但係個性冇變到。離咗相咧，就可以即係你離咗個相咧，你唔著相咧，你就可以唔受環境嘅影響啦。我而家就學依樣嘢啦。我哋而家就下下受環境嘅影響啊嘛，搭唔到車啊，改咗路又要你唔知行多幾遠啊，唔要你嘥多幾多時候，咦，全部都係相。你唔受佢影響，你都咁自在嘅，就係你學佛嘅目的。
即係唔煩惱啊，唔生煩惱啊。正如我頭先想同某人講，你點樣知道自己學佛有冇進步呢？就睇下自己有冇咁容易生煩惱咋。如果你過幾廿年見到，如果你過幾廿年見到我識見人，你都仲係咁容易掹、咁容易黑面啊咁樣咧，咁我都有限咯，即係自己。所以好多時候讀經啊、修行，點解要你成日要發個長遠心？就係你下下要 monitor， 要留意住你自己啊！哎呀，真係我嚟嘅真係，唉，離相啊！我哋好多時候就唔係咁噶嘛，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咪住喺一個位度放到佢無限咁大噶嘛，而唔記得咗其實件事依勁好好噶啦。我哋近時試過做個工作坊，有個又係北歐嚟嘅嗰位醫生，佢係非常之佢好好嘅。佢喺中國人地方去學講廣東話。我哋好多時候因為少少嘅錯誤都會有噶啦，有少少嘅唔如意，我哋就中意咧咪到佢。其實成個工作坊都幾好啊，佢所以好中意話醫勁好好噶啦。我哋成日就係揸住個放大鏡嚟自己搞到自己咁辛苦啊，著咗落去咯。所以話叫你放下咧，係隨他去，由佢啦。哇！因為佢係緣起噶嘛，佢無自性噶嘛，空性噶嘛。哇！由佢啦。禅宗好中意讲呢个，随他去，唔系话跟咗佢走，跟咗佢走就唔系就冇放下到，由佢啦，算罢啦。咁有又咁自在，冇又咁自在。依样嘢慢慢学啦。所以咧，點樣？人咧好多時嘅，好多時咧人做唔到呢樣嘢咧。依一日啊，各位，大家可能唔記得呢一日咧，就係佢嗰個 B B 出世嗰一日咧，就大家好開心嘅。但係同一日咧，某啲人係好唔開心嘅。同一日喎，某位先生原來嗰日係唔知係出殯定乜嘅，係同一日咯。但凡夫呢，因為從來冇用過波野嘅功啊，從來唔修智慧啊，唔修波野嘅智慧，見到生就開心，見到滅就喊。佢喺佢眼入面，佢咩睇啊？生生滅滅，生生滅滅，就俾啲環境影響曬啦。成日都話噶，啲醫生話你要鍾意開心啊，你去做你執仔啦，執仔房最開心。因為有 BB 出世，出世啲人就開心啊，死就唔開心啊。咁我哋要明白，樣樣嘢係條件和合嘅。冇出到世，你以為嗰係出世，又唔係死咗，只不過係一啲變化啫嘛。你身體或者係壞死咗，個心係去咗第二個世界生活，或者去咗好似美國，或者去咗淨土，或者咩，去咗第二度。不過香港就冇你份啦，咁啊，咁所以咧，各位呢句咧，呢排聽好多啊。你如果去做去參與一啲佛事啊，三時系念嘅佛事啊，佛事啊，即係去殯儀館啊，有部叫三有一種佛事叫做。三時系念嘅咧，即係如果你哋下個禮拜二下個禮拜二去參加一位長老三時系念嘅佛事咧，28號嗰日咧，即係話你分開三個時段嚟系念住嗰位往生咗嗰位啊！佛教都唔讲话死，佛教讲话往生啊，系另外一个阶段嘅开始嚟嘅。咁你冇话开始，冇话完嘅，根本系
只不過是一些又是變化的東西的，所以它沒有滅了，不嬲都在這裡，不過條件齊了那樣東西你就看到，條件不齊了它變了另一些東西。它分開三個時段來，你又念下阿彌陀佛，又念下阿彌陀經，然後老和然後主法那位和尚會跟你說法，說什麼法呢？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們真的去參加，他說即但是如果自己都人家幫你做的時候，和尚就跟你說這些、哦、你加好嘗試去明白定先，不然到時候和尚跟你說你都不明白。其中有一句第一時已經說這些東西了，第一時已經跟你說諸法不生不滅了，所以聽定先都是好。他說眾生於無生之中，大家明白什麼無生，諸法是無生的，但是呢眾生就只是見到他生生滅滅，這是眾生的境界，有為的世間法。諸佛菩薩不是，諸佛就在生滅之中只是見到無生，學的就是這些。他們不單止是見到這些，譬如花開花落，他們在花開花落之中，他是見到花是因緣和合的，花和那些葉啊，和那些框啊，和那些太陽啊、空氣啊、露水啊的關係都是不即不離的。而即是一期的生命，我今期的生命不即是我上一期的生命，但是我离不开我上一期的生命，因为我做过的事我会带回来今次受回的。譬如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就是果报来的，世界是果报来的，不即是但又离不开的，所以其实都是不生不灭的。他来看见的花他已经都知道了，即是他明白到了，他是了了明白到，所以他不執著了。花開他又這麼自在，花落他又這麼自在，花落了下次就做肥，是將來花的肥，那他沒什麼，他這個叫隨，這個叫隨其心靜則佛土靜。他的心做他的世界嘛，我們上次說他無論什麼情況都這麼自在的，個靜字可以解話係清靜，唔受染污，即係唔受影響嘅呢、這個。所以我哋話淨土其實係唯心啊！你估真係話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跟住話即係十萬億嚿嗰啲，唔係喎，一嚿須彌山。咩一千個須彌山為之一個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為之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之一個中千世界，又唔知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之，好多，仲要十萬億個嗰啲，係咪真係咁遠呢？你見唔到啊，因為我哋個心入面有十萬億唔止啊，十萬億個妄想，有咁多嘅煩惱遮住曬你，你當下乜嘢都唔見，冚實曬，你邊時會見到啊花開花落啊，其實不生不滅呢？我哋淨係好似頭先嗰張相咁諗咧，係嗰張相咪色聲香味觸法，見到淨係嗰啲嘢。所以我哋成日話心如工畫師啊，我個心，我哋嗰個心其實係好似一個畫家去做我哋個世界嘅。你哋成日啲人上嚟寶林啊，你哋佛青好中意上嚟寶林供僧，上嚟食飯，好中意上到嚟啊，硬係覺得我哋啲飯好食。我哋啲飯因為係用明火啊嘛，燒柴火啊嘛，咁梗係唔同啦。咁可能或者有啲唔同啦。但是你的心情很影響你的，你的心情靚，你離開了你、又佔中又什麼又跟家裡吵架，因為大家意見不同，你離開了這樣的環境，
嘅，你個心情靚啲，咪食乜都好味啲咯，就係咁啫嘛。所以呢個心如工畫師，你畫你自己個世界出嚟。你個善嘅妄念微塵，微塵其實一個譬喻，你個心好似微塵，你嗰啲妄想好似微塵咁多同埋咁細。善嘅微塵做善三善道嘅世界，惡念嘅微塵做心三惡道嘅世界，清淨嘅微塵做清淨嘅世界，所以話唯心淨土咯。所以如果你嗰啲大彻大悟嗰啲和尚嗰啲修行人，唔係話離開咗個色身有另外一個法身，唔係話離開咗個心有另外一啲佛法你求啊，佢哋就係修行呢個波野嘅智慧咧，去當下就係、是，所以話波浪就係水啊。講翻講到去嗰度啦，卒之。是不是很难啊？很难啊，很难明定很难做啊？啊？不紧要啦，家下都不知道是第几堂啫，你哋嗬，咪即管继续嚟，你当播住种先啦，有啲印象先啦，下次再嚟咁你再听。咁啊，唯心净土呢样嘢咧。咁我又開始就嚟又過鐘啦，咁所以我都係唔講啲咁複雜嘅嘢啦。咁嗱，大心大道心嘅眾生咧，咁我不如喺度淨係講啦。嗰啲大菩薩啦，佢哋隨時隨地都見佛聽法嘅，佢唔受環境影響啊嘛。佢怕咩翻嚟啊？佢怕咩翻入輪迴救其他嘅人出嚟？佢就咁啊，佢就係有咁嘅能力啦。佢唔驚啊，所以我哋成日話你不退菩薩為伴侶咧，你嗰、那個。他們就是不害怕，但我們很多我們那個蓋業障有深淺的，有些人或者淺一點，就是容易見到見回自己的本來面目，有些人就或者業障重一點，其實人人都業障重，業障不重不會回來，我們那些是焗住回來，我說業障重那些，人家大菩薩那些是成怨在內的，我聽是啦，所以翻翻嚟依句啊，我哋而家見到嘢，我哋行緊路，我哋係諗住好多其他嘢嘅，即係你嗰個生命，即係你話老和尚點解佢哋係老和尚？佢哋因為佢哋真係食飯嗰陣時候就係食飯，瞓覺嗰陣時候就係瞓覺，佢如實咁觀照佢每一個念頭。都是不生不滅的，他換到那些樹都是不生不滅的，陽光又是不生不滅的，因為他見到緣起，他見到佛法的，那些是大徹大悟的。和尚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吃飯不是吃飯的，我們吃飯，我們睡覺又不是睡覺，我們睡覺躺在床上上網而已，是吧？一醒了又去咁啊！哎，邊個揾我咧？咁樣啊！哎，嗰度搞成點咧？哎，係咪點咧？有冇拉曬啲人咧？咁啊嘛！我哋唔係瞓覺，我哋唔係食飯嘅。你諗下，你頭先食飯，你做乜嘢？上緊網啊！食飯有冇真係每一啖飯下下，每一啖都了解你食緊嘅嘢都不生不滅嘅咧？而唔執著啊！呢樣嘢好味，我食多嚿先。嗰個貪心。哎呀，我好唔掂啊！呢嚿嘢，依個慢慢學啦。我死啦，又過鐘噶啦。我有一樣嘢咧，係想鼓勵大家嘅。咁有啲係啊，所以如來說法係在於我哋有心胸嘅，所以有機會咧去學習一下修打坐，好緊要。咁就我有一样嘢想你哋睇，咁送嗱咩？如果法法空寂，就误入平等嘅法性嘅。呢、這个系讲紧佛教嗰个平等观。如果大家阵时读佛经，见到嗰个寂字咧，那个寂灭嗰个寂字啊，生灭都灭，
然后我哋下下都见到生灭生灭生灭啊！九点钟我话要大家翻屋企啊！生灭生灭生灭噶嘛？如果生灭都灭，生灭灭耳，直灭现前嗰个直字啊！那个直字其实是解不生不灭的，如果大家以后看见佛经就是这样理解那个直字，如果你法法都空直，就是说你明白到每一法都不生不灭，你是误入这个平等的法性，那这个我们说诸法无常是生灭法，释迦如来就曾经为了这四句偈咧，就是舍弃自己的身体俾人食嘅。因为他有一次是有一个叫做雪山童子啊，他自己曾经试过有一世做雪山童子嗰阵时候咧，喺个雪山度打坐，咁啊听见有只罗刹鬼喺度滴滴滴滴咧，喺度唱，因为他听见以前啲佛唱过呢句偈，佢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咁啊雪山童子话哇呢句嘢真系精彩啊，诸行啊，即系使唔使写啊？唔使啦，无常啊是生灭法啦，即系要写啊？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哇！呢两句嘢好精警啊，世间嘅道，哇，好精警嘅道理啊，真实嘅道理啊。喂，得两句啫咩？有冇啊？仲梗有啲，仲有第二啲嘢嘅。咁啊，罗刹鬼就话：你俾我，你我啊好肚饿噶，我要食肉食人血嘅，你俾我食啦，我就讲埋下半句你听。咁啊好，即系。他那時候修行呢已經即係我已經修行咁耐，雪山童子話已經自己修行咗咁耐，我就係等聽呢句，俾你食一食又何妨？咁我應承話俾佢食，咁佢好啦，我就同佢講啦。佢話嗱，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下邊嗰兩句就係生滅滅耳。直滅為樂，哇！咁你又幾抵，又唔使死，又即刻會聽到下面嗰幾句偈啊！所以你話真係幾開心。咁啊，佢梗係應承啦。咁啊，講得出做得到，咁梗係喺棵樹度跳落嚟。應承話俾個釋提緩，唔係俾個羅剎鬼食。原來羅剎鬼係帝釋天啊，釋提緩因變嘅嚟試佢嘅啫，冇事啊。嗱，咁所以咧，生滅滅耳就係嗰個直字啊嚇。唔係我依樣。是要大家平日在生活之中呢成日實踐的，就是你怎樣學習修空觀啊，明白啲嘢是因緣和合而唔咁執著啊，呢啲是需要你真係要去行嘅，即、就、係、是、要去修行嘅，係你日常嘅生活入面即係、就是、下下都及住自己嘅，及觀照住自己個心嘅。呢啲唔好睇，呢啲真系唔得。但系我真系有样嘢想俾你哋睇嘅咧，去边啊？好快咁睇晒佢啦吓。实践啊，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净系得把口讲，十世都唔到啊！真系试下学下禅修。學下打坐，學下用下波野嘅功，學打坐喎。哎，冇啦冇啦，啱啱咁辛苦，係咪好難呢？我依個係要嚟鼓勵大家嘅。嗱，網上重温啊影唔到嘅，咁啊，嗱嗰只叫做海獅啊。海獅做運動，哇！你睇佢，佢咁樣都得，佢幾肥，佢咁樣都得啊！各位唔好怕艱難啊，唔好怕痛啊，唔好怕辛苦啊！你睇人哋台上三分鐘，台下唔知幾多年功學翻嚟嘅，學到噶，佢咁都得咯，哇！噶，大家有啲信心俾自己啊！唔好辜负我哋一片苦心揾段咁嘅片嚟鼓励你啊！
唔止噶，未完噶。你好似我哋啲咁中央肥胖嗰啲人咧，哇！你啊佢，你咪衰贪食。如果唔系因为有嘢食，佢肯，喂，哇，好劲啊，好劲啊，哇，好啦，唔好下下用口讲啊，唔好下用口讲话要多啲做运动啊，真系去做运动，即系要做先得噶，各位，唔好下嚟听啊，嚟听啊，嚟听啊。啊，好嘢，拜拜，拜拜，好嘢，好嘢，好嘢。啊，过五分钟啫，都唔好辛苦啊。咁啊，唔该你唔好系啊，把握，活好，食好你嘅饭，瞓好你嘅觉，行步路行好啲，行翻屋企，为咗自己嘅幸福，为咗其他附近旁边你屋企人、你啲朋友嘅幸福，发个大心啊！就真系要好好地学，好好地做。就唔好所以又有演出啦，翻去試下都諗下啦。啊，網上有得重温，既然活好啊當下，生死大事嚟噶，無常係好快噶咋。嗱，幾快？三個禮拜又完啦。咁啊，好多謝大家啦嚇。咁啊，祝大家智慧增長，早成啊佛道啊，照見五蕴皆空啊。咁到時就好似佢。諸佛菩薩咁自在啦，就到一切苦厄啊，好唔好啊？咁我哋一齊嚟我唔知道你有冇問題啦，不過就大家一齊嚟回向啦嚇。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啊，願大家福慧增長啊，身體健康，阿彌陀佛啊。